你替我去买一杯咖啡。安德，莫名其妙小杂货。 是要去吃，袂用的啦，直接上危险啦！哪样叫危险？伊真正是小妖精，愈危险就愈刺激嘛，你唔是做虾米事，敢是？
什么拢不是我的，除了你是我的。当然是你的啦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而且永远都是你的。今天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那呢，你就要较乖啊。乖？我才不要乖呢，我要坏。袂用的啦，今日的规则就是吼，我讲你今仔会当偷窥，才会当偷窥。啊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听话唔叫乖。你故意的哦，讨厌。我好痒哦，是羽毛哦，真是的，不要这样子闹人家了啦，痒呢。有单台哦，才有期待啦。我爱你算到一百，时间哦，就有一个 surprise。啊，烦人家叔叔哦。无必听话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6 7 4 5 4 6 7 Rapper， 我一定要锁一百嘛，不想死了啦，我想拿下来了。无啦，你爱听话啦。你上个一班以后哦，就有一个真大的 surprise 啊！真的哦，真的啦，乖。八，四八，五十，一。